这条铁路是位于新北市的平溪线，它全长12.9公里，沿途共有7个站，是台湾少数还在营运的铁路支线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条。1921年，平溪线开通，被用来运输附近矿区的煤，但随着矿业的没落，平溪线渐渐成为一条失去功能的铁路。1998年，这条铁路曾经面临终止营运的命运，后来因为地方人士极力争取，才被保留下来。没想到，近年随着观光热潮的兴起，这条铁路因为受到许多观光客的青睐，反而成为最热门的铁路支线。平溪铁路的历史相当久远，当初在这里打拼的矿工，如今都老了或凋零了。但有些老人的命运却像这条铁路一样，在生命的晚年找到新的价值，重新燃烧，点火前进。For the boy she is longing to see, when it's lamplight and time in the valley, then in dreams I go back to my home. 他是廖义雄，今年73岁，出生在平溪铁路沿线上的村落。长大后在附近的煤矿厂工作，直到60岁退休。这几年他选择在瑞芳定居，而对于煤矿，廖义雄依然充满深厚的情感。啊，这个新田煤矿跟三寮煤矿其实是每一层都赶快那菜格啊，那样吼，一切空洞啊，这空洞你若拢无安尼啊，伊会规块规块干块，壳侪拢落来，啊人会迄落，所以讲若伤寒哦，拢爱拍茶粿，啊茶粿是安怎形成？就是讲，我们金子吼，金啊吼，金子安尼，两支创安尼吼，啊个这个条个这个条个，用四条的起毛啊去条的，啊伊迄条要动这个压力吼，压力当然袂动的，但是伊的优点，伊这个个。顶个啊，得变得变安尼，空间哦，啊，袂讲一个石头塌下来。我到了这个岩盘里面支撑，就是因为伊这个岩盘都多基本上顶，啊，够平平，到位那斜斜，啊，你个创安尼个切断。他会就会容易落下。廖义雄退休后，原本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直到3年前心脏出了毛病，装了一根支架后，他才体悟到生命有限，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廖义雄的一生都在矿场度过，对矿坑充满许多记忆。思索后，他决定把平溪线上废弃的矿坑找出来，做成一份记录，让历史片段能够流传下去。是有一摆我去顺去，迄个去哦，无人去做，忽然间安尼水对个板管吼，乒乒叫落来，我是一日要撞，安尼敢若唔敢撞咯，因为迄个水大个，我若撞到规个，互相个壁了。先惊啊！对伊讲啊，我今日再见啦，可能再见啦，都只憋嘴，一惊一惊惊，后来啊，一点点点点点无去啊。即马看土团都拢无啊，大家拢唔知啊吼，啊希望讲大家再回味讲咱土团对这咱台湾的经济甲生活的贡献。今年高龄86的王孝敦和廖义雄一样，出生在平溪沿线的村落，也同样一辈子在煤矿厂度过。虽然已经退休很久了，但他依旧每天清早出门，只不过上班的目的地从矿坑变成了车站。
用酒啊，叫阿阿妹去点来，叫伊们，你们都得个啦。好，结束。过，我去过个，我是跟妈妈到阿叔上。啊，都点来个点呢，我都有看到。嗯，你，阿叔上，阿叔上。哦。安达么？安达个盖多少？安达盖多少？東京哦，東京，東京。こ、嗯、のほら、東京とんでもない便利。今度はあの、江ノ電ね。江ノ電。知ってるこれ。うん、だから。鎌倉。あ、鎌倉、これ、鎌倉ね。これ。知ってるこれ。七年前，瑞芳火车站为了服务日益增多的日本游客，开始对外招募导览人员。王孝敦知道消息后，自告奋勇加入了日语志工的行列。王孝敦每个礼拜在车站服务三天，多年的经验让他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来自日本的游客。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え、日本のどこから？寒くないの？大丈夫。おお、大変よ。今涼しくなってる。ちょうどいいね。姉ちゃん、弟ね。姉ちゃん、弟、ちょうど二人。日本のどこから？東京です。東京ですか。台湾何回目？二回目。今カレンコ行くの？ピンシー。あ、ピンシーよ。あ、ピンシー動きですカレン。これカレンコだ。ピンシーだったら2時7分。まあ、タクシー。今日タクシーもったいない。180で。180。かまない。雨が降っとったらタクシーになったら。でなかったら、あの車たくさんある。王孝敦流利的日语时常让游客感到讶异，他开朗的服务态度更让访客们感受到这位台湾おじさんの亲切与热情。雨降っとったら子供おるからね。何年生？4年生。弟は？何年？年你呢？幼稚园。哦，少し高いね。昔昔浦島はある。助けた亀に連れられて。ない。今ないらしい。ポポポハトポポある。桃太郎さん桃太郎さんある。知ってる？ある。日本語習ったんですか？そうよ。いつも通る可愛いボーイ、背広姿、ゆくなそうと。今日日本人来、私不是便当好吃啦，一个高呢，一落雨啦，一两个阿达波啦，阿公一个高呢有吃无？无吃，想要吃迄所在，拢排列啦，排几列啦，啊，都等到有伊才通做啦，哦，啊，无伊通做吼，啊，伊个咧地界，啊嘛煞无买啦，啊那无人做，所以伊嘛唔敢做就不吃，那嘛是安尼啦。注意些哦，来，伊嘛买一个。当然啦。啊？不是呢。あ、もうダメ。そう。ちょっとダメだ。本当はね、あの11時23分の車で。23分。叶文贵今年85岁，是王孝敦的中学同学，同样受过日本教育。他在教师生涯退休后，受到王孝敦的邀约，一起为日本游客服务。窝在家里，还不如多走动一下。我自己都感觉到自己很老，啊，使得日本人跟我开玩笑，哦，你很年轻啊，我说每年28，1928出生的，我说每年都是28呀，我就这样跟他开玩笑。瑞芳火车站里，这群不服老的日语志工无私奉献，让来自远方的旅客获得宾至如归的待遇。当他们以日语服务游客时，也仿佛返老还童，重温那遥远的青春回忆。
从瑞芳出发，过了猴洞，就逐渐进入平溪支线。火车沿着基隆河蜿蜒前行，两旁的山谷曾经有三四十个煤矿厂同时存在。1960年代，台湾开始发展工业，当时仰赖的能源大部分来自煤矿，而这里就是最大的产煤地。后来随着能源发展的演进，煤矿逐渐被石油取代，瑞芳及平溪附近的矿坑也一个个陆续关闭。如今游客欣赏美景的同时，却未必认识曾经繁华过的矿业兴衰。而数以万计在地底下卖过命的矿工，以及这条铁路的贡献，也或许会在历史书页上慢慢淡出。多年来，廖一雄总会将每次搜集到的矿坑影像仔细分类整理。大部分的矿坑都废弃二三十年了，每次的探索与发现过程都相当艰难。矿工的原则上哈，其实伊都是瓦斯，要讲来真危险。所以矿工我若修改吼，无希望我入荷兰入去了。去内底上危险的位吼，啊，给创炸药，给个炸一下，哦，就全部砍了。啊，都无人会入去啊！那迄个计台有讲啊，我开始计台，爸爸拢无法度，99%绝对无人会过入去。什么痕迹也无啊？哦，像这款较大坑，头拄爱较细坑啦，吼、哦，这较大坑，这用倒塘的部分，大部分拢用这款的。啊，这张就是真正的洗钱厂。这个左边的这个是已经洗钱厂。王孝敦在火车站服务到下午4点，车站离他的家约莫有10分钟路程。你大家听来讲，这七老爷，你过他数，这啥人来？你看来哟。王孝敦家里平常就只有他和太太两个人，不过住在附近的儿女时常都会回家探望父母。万山丛中，万水曲直，当不知怀念情。想起又别离，水东流，人已去。我迄阵囡仔真济个啊，无头路袂使，唔知阮老爸讲无去做方案，去真济位五方得当哦，新地甲咱摆遐迄阵弄去。哦，迄阵啊，但是啊，都去国不中啊，看讲当流浪啊，哦。哎、啊，又拖又用一路离家家去拖，弄经验了，也看来嘛爱去个呀。你老婆十八岁啊，我讲现在讲。六六十岁。
日本人讲我六十五岁，日本人讲我六十五岁呢。你老顽童，我说那个啦，我大儿子读瑞芳高工是在住家里，那时候我们俩带回来住家里，他住差不多一个多月，回去的时候他说妈妈，你怎么受得了阿公哈？就是因为我爸爸他是那种吃饭全部都要一起来吃，然后他们会边吃边看报纸，我爸爸是不行的，他们那种日本教育，所以他就说我们怎么会那个？我就说我们都不用阿公讲话，阿公只要眼睛看你一下，你就出来带。眼睛干嘛哩？我们都不用阿公出声音。那里都有有。他很有威严，现在是老顽童。啊，那他们酒喝喝，你那变成喂，喂，阿点哦，明仔知影哦，去神南岭，十点到神南岭。喂，哪个？因为昨天到神南岭吼，记得各个讲。阮小学的时候的玩棒就对了，带了三条岭去围啊，看麦子的就对了，看会想干想胖的，比如讲去钓鱼啊啦，吼啊去爬山啊，是因为看矿的收起来，吼。啊，个铁路无啊修个，啊，所以就生活的条件无啊，大家拢离开啊。廖玉雄的故乡在三貂岭，也是平西铁路的起点。在矿业全盛时期，这里不但有小学、有矿坑，还有修理火车头的机关库，算是平西线上相当繁华的城镇。当时三貂岭的人口有1000多人，但随着煤矿业的凋敝，不仅机关库荒废。最后连唯一的小学也关闭了，现在的三貂岭只剩下20几位居民。伊我计是最红个嘞，较早看个最红，今个最红个囝。不行了。从前修理火车头的机关库是这群老人小时候的玩乐天堂，但事过境迁，现在留存的只剩下少数旧照片以及老人们的回忆了。啊，阮来看人卖药来吼，阮伊也行一地啊，就来占位啊。他在这等于一个休闲广场，哎，他就平时嘛买来来，大家订甘露啊，都要送我。他在订甘露啦，阿婆就要好好订啊。啊，煮啊，你煮啊，你煮啊。三貂岭的公路要到1980年代才开通。早年的对外交通全靠火车，当时不管是婚丧喜庆或是送往迎来，宾客们搭的也是火车。我刚刚登上去啊，啊，火车停在这，哦，啊，好白个新穿新娘衫，啊，到阮大个吼，阮大个我就跪着啦，啊，要就对这停，好停个吼，啊，白个，啊，火车才够行。像通红灯夜的时阵哦，顶头十分了，迄方面在做工，阮大家跳下。啊，坐好只对只跳，只开始跳。啊，过过一边跳。我嘛不能摆起了咯。啊，跳摆起。较早那边三条岭过桥，讲叫车小等下，我头前还伫。我讲介伊门口真平啦。在廖玉雄的镜头下，当年跳火车的调皮小孩如今已经成为银发长者，但三貂岭的青山绿水却跟过去一样美不胜收。没落这么久的村落为何看不到凋敝的气息呢？其实5年前的三貂岭并不是这幅美丽的景象，当时小学残破的让人不敢靠近。现在整齐美丽的三貂岭
其实是廖义雄和一群人努力的成果。哎，阿志啊，来家嘴。从国小老师退休的廖爱珠是廖义雄的侄女。五年前，她号召乡亲回来三貂岭整理家园，获得许多回响。廖义雄正是其中之一。在三貂岭，从小我是跟着我表哥他们一起玩，他们是男生，那我们都是跟在屁股后面的，不会玩，可是会跟着他们一起，然后有一大群人这样子，然后那种气氛就是感染我，我觉得很快乐，因为离开了到外面工作，然后好一阵子都没有回去，等我们再回头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只能说是像废墟一片，尤其是学校那边，那真的是不太敢走进去。二三十年，那个地方就是完全被忽略的。一刚进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想要把三貂岭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阿姑吼，她是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在这个三貂岭的一些活动里。三貂岭越变越美，利用假日返乡参加活动的人也一次比一次多，离乡多年的游子像鲑鱼一样陆续返回自己的原乡。谢谢。除了瑞芳车站这个据点，每个周末王孝敦还会前往九份服务日益增多的日本游客。あそこ一番にぎやか。たくさん回ってるでしょ。美味しいものたくさんあるね。脇階段ずっとある。雨降りそうだ。傘持ってる？はい、まだいらっしゃいは。さよなら。こうでくれ。今日天気がいいね。一番年だ。ボランティア。85歳。昭和4年。まだここでボランティアやってる。昭和4年生まれ。85。海ゆかば。王孝敦的热心服务，连许多带团的导游都印象深刻。除了九份的历史与风光，他们也常常将王孝敦介绍给日本游客认识，仿佛他也是专属九份的人文风景之一。元気でね。はい、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たいらっしゃい。さようなら、さようなら、俺は寂しいんだ。はい、まだいらっしゃいね。王道様、お元気ですか？先日はとても親切に追放から給付についてのご案内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王さん、楊さんにお会いできて、私たちはとても幸運です。教えてくださった田園消防、とて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また、
再び瑞芳に遊びに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れからも日本からの観光客に素敵なアドバイスをお願いします。こんにちは。私は日本から瑞芳へ行って一緒に写真を撮った矢部です。台湾から東京に帰ってすでに1ヶ月経ちました。台湾への旅行は4回目です。初めて日本時代の経験雑談を耳に聞き感動いたしました。来年また台湾に行く予定です。また瑞芳にお会いましょう。それではお元気で。当了志工之后，王孝敦接到无数日本游客的信函，回信成为他每天回家后的例行公事。写给王孝敦的信件相当多，为了怕挂一漏万，他用笔记本把来信日期全都登记下来。啊，这个，哦，来信七月十六，回信怎么？这有信，我来我都回，我十六拜啊，十六拜，十六拜啊，十六拜的才回信呢。啊，怎么都过换新年了？来信七月就是啦，哦，人提拨一定爱写啦。啊，个古读书读书，我拢爱写话，所以讲，我接济都无看。都什么什么，这四个，这里上那个吃少年来几啊摆，也来吃，我要去槟榔吃，拢不吃，要去十分了，十分了，从出下下开啊，迄拢有出名的，啊来也要放天顶，主要唔知讲什么，会什么啦，啊第三咯，啊了嘛了唔过来呢。啊，配置的来了，过来，安四个啦。ないんだ、君のため。我が礼に欲しかえのワルツを歌おう。冷たい心じゃないんだよ。冷たい心お疲れ様です。日本語ブランチャーでご苦労様です。背个日背呢，日背个使用车头，十点再半到啦。死ぬほどに。一大早，王孝敦在月台碰到了廖一雄，他们是曾经在同一个矿坑工作的老朋友。今天，廖一雄又要去寻找废弃矿坑了。那刚是一个三百米，一个两百米，两条线哩，去啦，去啦。这三百米就两条啦，啊，三百米两个枪架，两双线的，双线拢三百米哟。我记得，我是廿四啦。头都超慢嘞，超慢嘞，差不多四十五公分啦。啊，啊，二三十分，就咱斜斜去个。吼，啊，这个必须安全帽，有时还袂得过啊，安全帽爱个先提过，啊，人安尼秘密才得过啊。对于平溪线上的一景一物，廖一雄都充满情感。每当在车上碰到游客，他总是充满热情，细细介绍家乡风土，仿若自己就是这条铁路的义务导览员一般。
啥？这要去台湾，台湾迄个港口啊。啊，港口，港办也无得去啊。哈？唔能去。安怎讲？港办去无看到啊。无彩排啊，台湾。都放弃了啦。哦，对啦对啦，港口放拢放弃，不爱放进去啊。你讲你要台湾？对啊，这较早在台湾的办公室啊，吼。哦，做事你行的。好啦好啦，多谢你多谢你。好吃哦，好吃啊！爸爸变好了。去台湾看口吼，其实足多人，还佫唔捌问着讲台湾看口伫倒。有人甲我讲讲，不通行到里头，知影伫遐尔，大部分都无法度入。但是我有道明咯，啊，小我知影。骆玉雄这次要找寻的大华矿坑，开采于1945年，并在1982年关闭，是一个拥有200个矿工的中型矿坑。由于矿场关闭已久，进出的路径建筑都已经隐没颓圮，而难以辨识。这边啊吼，边啊有看一些酒岩吼，其实这款的遗迹，这个遗迹哦，这可能是办公室，也是迄个，也是工寮住的位吼，所以这款的有你住厝，这里有住厝的接近迄个坎口的一部分。到公路啊，大方向在哪里？啊，咱来下厝门口来。反正无人去啦，加无路，这条公路好像到那里就没有了。嗯。这一条啊，这一条已经很旧的，这旧的痕迹，这样你要给判断，就是讲，以前古早这是有人住，或是矿场用的。哎，下骹是洗煤厂，是没有错，绝对没有错的，是正确的。山境有时穷，但廖玉雄依旧大步向前探索。这片苍茫山林里，矿业活动的盛况不在，而矿坑遗迹也淹没在荒烟蔓草中。廖玉雄带着一股傻劲，想要把历史光影重新找回来。这地基啊，这地基就是
一定有煤矿厂的照样这款天气。标准的私人的煤矿厂，无人食肉用员工挑人轨道拿到这里来，哦。都了拢无人，我若有人吼，正确的位置该。啊，你家附近呢？我唔是，再找吧，我唔知。我今天是杨洋来这要找台湾警察，但是无成功，我才可能是这附近的，下摆再过来。这一天，六一雄的女儿、儿子相约返家，几个小孙子的笑闹声让家里又热闹又温馨。你们比赛是怎么样？有啊，怎么样？倒数最后，倒数第二名。说的意思虽然是优等，啊，是优等，可是是倒数第二。优等还是第二名是什么意思？大家都优等。今晚啊，讲讲身体好好哈，去上啦，爬山啦哈，啊，到五月四号啦，安尼哈，安尼慢慢，5月4号安尼，开始啊，都开始，家己靠的开始嘛。他是因为我爸买摄影机之后，他就开始就开始问我说：“哎，这个东西怎么弄 DVD 啊？”然后我想想，哦，这个过程很多，然后就开始买一台 notebook 给爸。那我爸就才开始正式开始摸电脑，真的很不容易啊！我七十几岁才开始碰电脑。一天去青龙区，那个对蛇对棉科怎么聊？对个搞懂啊？啊，稍微探讲的回顾啦，啊，这都对遐地要行去青龙坑，伊遐有青龙坑有两个实体煤矿甲青铜煤矿，哦，都是太阳的啦，吼，哦，啊，同样一个矿场的，啊，甲是甲平溪也许，这风景也是很优美。这个大家坑是以前是出团上济，佫上好的，一个月差不多10,000栋啊，甲这个水厂同款，啊，即摆迄较早办公室，即摆拆了了啊。啊，得了退休哦，确实足有准的。以前离煤矿啊，甲石矿场，啊，忽然间倒来，当然要创啥？敢那失落感非常的多，啊，心情也无好。啊，当然无好的时阵。要出轨就是甲太太，甲太太，你太太该烧嘛就对啊啦，哦，只有是用安尼，哦，啊，当然也感谢伊啊，也真忍耐，啊，啊，即摆就已经时过境迁啦，一挂人去佚佗，啊，感觉真趣味，啊，无用普通的是讲啊躲，用人人工去甲躲。那选手为什么要很多工呢？哦，那个。有的是用机器啊，有的是用在煤矿这个东西，在台湾刚光复的时候，是台湾一个最重要的那个经济命脉嘛，那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如果没有人去留下一点经验，那基本上就没了，这很重要，我就觉得很重要。那立刚都差不多几百个呀，呀。廖一雄想做的不仅仅是保留煤矿业的历史片段。更希望后代子孙们能够从现在的富足生活中体会到早年台湾人的奋斗精神。古早用田家拖，直立电缆的拖，较早好多那都是这款的。
来来王孝敦与廖玉雄一起坐上台车，随着轮轴在轨道上前进，时光似乎开始倒流了。哈哈，遐讲拢醉。原来你遐讲你倒醉，倒醉，倒醉。热人你倒醉。迄是流汗啦。哦。迄是流汗呢，流汗流到规个遐讲全醉。大家无？哦，大家这较济，大家唔。哦，好。哈哈哈。这个我那无提出啊，我先无只管。提出啊，佫就。我同你阿姐都提出啊。无只管呐。这看到、哦、啊，这真正的矿车呢？对啊，矿车。另外，伊这这个坑拢堆了呢。这车辆的那个没大路了，没大路的坑啊。这里是新平溪矿场，从1967年开始营运，直到1997年关闭。经营者龚永仓为了保留文史，将矿坑转型为台湾煤矿博物馆。啊，这个就是。这个机器就是这个煤炭哈、哦、拉上来的检量机。你搬矿啦吼，你去到你工作的所在啦，都爱两点外钟久，爱搬四班车，爱搬四个班车啦，搁两点外钟才会到伊。爱的所在，哦，那你搬矿比北矿是条件较好，啊嘛是三七八度，上热，小的时候三七八度。工作环境无真无好，因为清空，啊，所以工人哦，拢真辛苦，啊，所以我就是要给保留起来，啊，会使做教育的，也若要时间好，会使拆断，啊，即马拆断已经无法度，做文化，人知影讲后代知影讲，较早炭矿是安那经营啊，工人安那辛苦，哦。写信你有收到吗？有啊有啊，诶，一寡写信哦。对。写信啊！我再收起来，我是我。你的矿坑有了。为了保存矿坑、复刻历史，龚永仓找来矿业专家郭业辉帮忙。两个人至今还在为煤矿博物馆的永续发展努力奋斗着。人老心未老了。我八十，啊，你八十几？八十啊，你八十六了，嗯、我八十了。好、哦，我现在还能做的话就。尽量去那里来跟他们交流。出坑的时候先分钱夹点一支啊，啊，啊点一支啊，这鱼啊搁细一支啊，哦，啊再去第三，啊第三就来先去啊，洗好哦，差不多沙汤好哦，差不多要抢水的时候，迄支头不完啊，第二支搁个接，啊就洗好完呀，接个完。去办公室的，各点一支，安尼这是今仔日的阶段，享受的阶段才结束。为那晚那，乌马的那个人哦，贪过户，心想我住下西里东沙，离开可能要那贪过，好的好的，马达好的。一次你那达拉西亚瓦塞哟，好你阿姑呢？温度可拉小，我温度可拉萨，嗨，我伊拉你那，我勒鲁阿胡噶伊鲁莫诺卡，多隆科莫布拉诺科莫卡拉达。好了。还是要死，再待一待。哦，再见。对廖一雄来说。探索矿坑遗址，凝结文史记忆的脚步不会停歇。对王孝敦来说，服务日本访客
志工奉献的热情没有止境。这些银发长者诠释的正是青春不老的精神。要说价值的话，他们的生命或许就像平溪线的铁轨一般，笔直向前，无限延伸。